你说这钱我们要是要不回来怎么办呀？那我就好好赚钱，再给你重新买一套更大的。慢点，头没事吧？要不咱们上医院看看。不用，我就想知道我的钱怎么办。刚才警察也说了，这个问题得找开发商协商，咱们是受害者，实在不行就起诉。是开发商在哪儿？我刚才拿了一张名片，这有地址，我去找，别着急了。这房子是我跟我爸全部的积蓄，我已经打工，我省吃俭用交这按揭已经交了一年多了，他现在告诉我我这钱没了，我这房子也没了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跟我爸说。别担心了，啊！你好，是曙光万林地产吗？担心，我们有办法的。林拓，啊？你说这钱我们要是要不回来怎么办呀？那我就好好赚钱，再给你重新买一套更大的。别想了。哎，你确定能行吗？我怎么有点紧张啊？别紧张，一会儿就盯着他们领导的眼睛，一个表情不要有，一句话不要说。明白。徐总，就是这两个业主要求见你，这是我们项目部总监徐总，你们要求见的上级领导。你们找我什么事啊？你是曙光家园的负责人吧？曙光家园项目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说明，是承接施工单位的负责人携款逃跑，我们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他们楼盘建筑的费用，现在违约的是施工单位，不是我们。施工单位是作为你们的乙方承接了这个楼盘的建筑，我们作为业主，购房合同是和曙光万林地产签约的，所以你们所说的这个乙方和我们没有任何的合约签署，我们之间也没有关系，所以无论这个施工单位是哪个都不能影响我们对这个房屋的权益，对吧？那你们可以选择退房啊。嗯，行。徐总，不好意思，退房这个策略可能是你们针对那些对法律完全没概念的业主们，
我们很清楚，退房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单方面的放弃了权益，你们不会退我们首付款，更谈不上赔偿。退房者作为整个链条中最后的受益者，只能收到一张白条，成为被动的债权关系人。听你这意思，是让我现在就把首付退给你们是吗？不仅是首付，虽然现在楼盘面临烂尾，但是我们和银行的按揭已经成立了一年，银行不会因为楼盘烂尾而和我们终止按揭关系。只要我们不还贷款，我们的征信就会出问题，银行还有权利起诉我们，要求我们一次性交付全部贷款。这些问题你们肯定很清楚，所以我们要求归还首付款和已经支付的按揭，包括利息，解除购房合约，终止银行按揭。那你们和公司法务谈吧。当然可以啊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达成和解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去法院申请房屋保全，起诉曙光万林地产。申诉后拿到申诉状，我们就可以强制执行，优先获得赔偿权。这样，无论这个房产你们是拍卖还是留在公司，但凡你们有钱，就会直接进到我们的账户。太炸了好吗？我都没听他说过那么多专业术语呢。练了好几天了，天天拿我练手。这就搞定了吗？能拿到钱了？怎么可能？他们不会轻易给钱的。要真是施工方跑的话，他们要处理的事儿多着呢，不会先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律师也说了，要先申请房屋保全，还是要走法律程序，先解决银行贷款的事儿。哎，干爹知道这事儿了吗？我哪敢告诉他呀，他要知道那不得熏过去了。也是。喂，我是，阿行，我这就去啊。怎么了？我爸进医院了。啊？什么？什么情况？你慢点！哎，给我包包。哎哎哎！